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休斯顿房评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25万美金，其实是249,000美金吧，这样一个一层的房子。这套房子的功能性非常好，它是4个卧室、2个洗手间的，在学区好的一个区域当中，25万美金左右的房子有4个卧室的，其实不是特别多。并且这个房子其实还不仅仅4个卧室，它还多了一个书房。这个书房呢是单独的一个卧室，只是它没有衣帽间，所以只要没有衣帽间的房间，我们就不叫卧室。所以其实这房子看起来像是5个卧室的，这种房子结构性就非常的好了。而且这个房子虽然只有24万9千美金，可是它的厨房是大理石台面的，这种台面的这个档次还是比较高的，并且这个客厅啊、卧室啊铺的是实木地板，只有3个卧室铺的是。只有2个卧室铺的是地毯，所以整体的感觉是非常好的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，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，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。我们现在看房子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小房子的社区。这个小房子是一个一层的，但它的价格比较好，24万9千美金，有4个卧室，位于 Kitty 很好的学区。像这种25万美金以内有4个卧室的挺少的，目前在市场上的好学区的 Kitty 的房子有4个卧室的，差不多也就是3-4套吧，所以这套刚上市会卖得非常快，毕竟价位啊、位置啊各方面啊都比较好啊。像这个还是实木地板，这是它的客厅。然后厨房呢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，这是一个早餐厅，它只是放了个小桌子，这是一个 staging 的房子。这边是卧室，不是，这边是厨房。电器不是很新了哈，但是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，包括大理石台面也是比较好的大理石台面。厨房的另外一边，这边这个门过去就是刚才我们刚进来的那个主餐厅，然后旁边就是洗衣房。洗衣房在旁边是这样的一个储藏间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房子主卧和其他卧室的分布。现在我指的这个位置是一个主卧，然后再往那边走，那些位置是其他的客卧。所以一层的房子这个卧室不挨在一起还是很方便很重要的一件事儿。我们现在往这边走，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一个书房的位置，它不算是卧室，因为只有这个衣帽间的房子才算卧室，所以这就相当于书房。然后再往里走才是主人的主卧，所以这个布局很好。这边是主卧，就这样的一个感觉。然后主卧进来呢，这边是淋浴间，然后这是洗手间。房子整体来看就是感觉还是比较新的，然后包括马桶间还有个小窗户，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在这边就是一个小储藏室，衣帽间在里面。有的时候拍的视频有人说你怎么没有拍衣帽间呀，可能比较多的人非常介意衣帽间，就像这个衣帽间非常大，但是有的时候它这个门太多了，我再拍上衣帽间可能有点乱，所以我有的就没有拍。但是您放心的就是所有的房间都有衣帽间啊。这个房门就是出去看到院子的门，我一会儿再出去。现在我们来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客厅，再去另外一边客卧的位置。这边这个门是去车库的门，车库门的旁边就有一个卧室，是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卧室这边是一个衣帽间，就是一个卧室的感觉。然后再往里走，这就是一个洗手间，2个洗手间，4个卧室。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卧室，这个铺了实木地板。然后这边还是一个卧室，这个就没有实木地板了，是一个地毯。所以这就是4个卧室，一个书房，什么都有的一个房子。现在我们去院子看一下，客户正在看房。我是绝对不会把客户的那个影像放在视频上的，所以你放心。
然后过来之后，你看它铺了一个石，这个瓷砖就很舒服。然后院子规规整整，没有什么植物，但是规规整整这种来说，对一个小房子来讲还是很重要的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房子了。如果您对苏州腾地产感兴趣，或者对我今天发的房子感兴趣，欢迎加我微信，关注我微博联系我。我是 JJ， 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